养得上他，要举个证。虽然拳台内白衣男子对着蓝色外套的男子大吼大叫，你是世界人，咱要争嘛，啥啦？都搞白位嘛！蓝色外套的男子疯狂哀轰，想解释也没人听，最后干脆放大决。下跪道歉还是平息不了怒火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原来是有女信徒指控，因为心灵问题寻求神坛的公主协助，却被欺骗榨取财物，还用做法之名多次拥抱亲吻额头。12月29号更被亲吻嘴巴，怒批公主是神棍，指控遭到强吻侵犯。是产后忧郁症了，哎，小港咪都行。女信徒的家人看不下去，抛出对话记录，还找上公主理论。更带着整篮的鸡蛋说要洗门风，我点名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伊就滴滴嘟滴滴嘟滴滴嘟啊，啊我怎去崩掉？被指控强拥强吻，公主在影片中二度下跪道歉，但出面受访却否认逾矩，还反控遭到仙人跳。来这的时阵，我拢是这样，66,666，我一直甲伊讲无钱，一直到昨天他就说，啊无安尼啦，该22222啦。女方喊骚扰猥亵，庙方恐仙人跳，双方各说各话，目前已经闹上警局，究竟事实如何，有待厘清。接着，民进警察台中采访报道。脑力耗尽需要睡眠，睡前30分钟来包梦梦水，放松心情，舒缓焦虑，帮助睡眠，让你睡得好，精神就好。充饱电再出发，辣气的推荐代码 CPI 567，还有主播出人物 CPI 444。